细格了啦。好、啊，那没有 bug， 他应该是对啦。我们要那个没有那种设好。其他刚刚在补你，他自己写错。然后。因为我们之后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执行的时候旁边这个树，我刚一开始在做的时候，这个树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对。因为他在重复，因为他在找正确的配对，所以呢，当他出现配对错误的时候，我要广播冲突。所以呢，我把这个当绿旗被点，哎，对啊。先拿掉。有吧？要先。广。要，我要做一个广播。广播这个东西在这个神，在这个游戏里面用到非常多次。共振广播。广播冲突。TJ。广播要拿到哪里去？广播电台。跑出来。不能跑出来。在下面。要给。要写。中间呢？要拉出来吗？把它连上去啊。广播名称要叫什么？冲突，冲突。你可以打英文会比较快。英文比较好，中文比较好懂。直接打冲突。中文比较好懂。对，拉过去。然后打开是一个电影的动作。OK 吗？等一下，好，把这个重复事情是原本接在这边，把它拉下来，拉下来，把这个也拉下来。当说把将地所有像什么像移除拉下来之后，可以把这个丢掉了。因为我们之后直接用比较方便的，当绿旗被点下丢掉，然后呢，再回到控制里面把当接收到冲突拉出来，挪去左边就是丢掉。来，往下滑，往下滑，往下滑。冲突这边，然后接收到冲突，这个才是刚刚，然后把拉。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当冲突？因为已经当接收到这个，刚接收到这个，刚接收到，拉起来，拉进，就是这样。而且它接在这个上面，接在这个，不用接，这个接不上去，然后就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个方向，接着，接着，然后从上面这个，只是我们要让它不断侦测，所以重复，所以是要重复执行，要加一个重复执行。重复。用一个重复执行包住如果。用一个重复执行包住如果。如果要包进去的话，如果吧，如果要包进去，把如果包进去哦。这个错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删除。对对。好，对，好了，我理 OK 了。好，然后。因为它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就是等于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数字，然后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是等于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的数字。所以呢，哦，没关系，谢谢。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写呢，如果因为像上个礼拜有一个大哥提出的，上面这一排加起来的数要等于下面这一排加起来的数，对。所以呢，如果呢，呵呵。树的第一下，哎，这个就可以用到那里了。加下，树的第二项，但是当你按下倒三角形的时候，它并没有出现第二下。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弄出一个东西，它里面会显示是二。所以呢，我们从运算里面。在什么到什么之间随机选一个数，然后打二到二，这样它就会百分之百确定它产生的一定是二这个数字。数的，是这个吗？数的第一项。这个数的第一项替换为什么？加。然后对，到运算。然后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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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
竖的第一下，然后再把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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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进去，然后放进去，最左边二到二，你这边需要，这边没有二，所以到二到二，是，你这边需要支援吗？然后这里二到二，这个解说嘛，是，二到二，这个要放到这里，这通常都很紧促，对啊，就是很紧的，然后就一直串串串，不行，再来串，没有，然后也是一样把这个拉进去，好。